小巨蛋大概在2年前，宽宏就准备帮我举办，那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也没有再延。那现在真的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到小巨蛋来表演。对。最顶呀，有一支小雨伞。答应人家去唱的话，我每一场都会尽力尽全力去表演。那当然小巨蛋因为它场地大嘛，好，那所以对这个声光音响，我想宽宏他一定会100%的做到最好。那我也会尽力的安排节目在声音的呈现上给大家有很好的一个回忆，带大家好像回到时空一样，就年少年轻的时候听到这些歌的观感完毕啊，那对。